八卦对练是沙国正先生推陈出新精心创编的，针对已有一定八卦掌基础的武术爱好者继续深入学习研究八卦掌技击实用原理的精彩对练套路。八卦掌对练将八卦掌法以及在接招应敌时攻防含义、技击特点、实战用法巧妙地编排在一起，其中突出了对抗中的推、拖、带、领、翻、扣、雕、钻基本手法的连接串通，攻防兼备、进退相随、灵活变化、能化能发、妙手连珠，长期演练可以使双方手眼灵活，反应敏锐，招架应对，临敌不乱。沙氏八卦掌对练是我父亲在早年经过老八掌、新八掌、64掌、八卦八大掌串编的这个八卦对练套路，在全国是没有的这个套路。而且日本这套路还出的书，出的实在，对这个年轻人、老年人的积极性、活动能力、各个关节对发展都有很好的发展。他的积极性也是非常强的，有他是在太极通背里面，他是属松的，太极是慢的，形意是刚的，他八卦有刚有柔，有柔有刚，有刚的肉相近的这个循环练习。现在我做这个八卦掌的用法给你看，比如说对方打直拳过来，对我一闪，我用八卦的飞燕抄拳引他上边，看好下边，这是八卦的飞燕套拳，对方打一拳过来，我用右手穿他单长地手，接着接飞燕套拳，这就是飞燕套拳。还有猛虎之杀，那些打过来就这些。你看对方打拳过来了，他在这里，你看猛虎之杀，手翻脚扣，接慢的做一遍，看见了没有？再看这来，你看这就是八卦的手翻，再来看一遍。还有那个对方右拳打过来，你看这也是八卦的手发腿发打出去，再来。好，再来一个八卦掌的巧道音频，踢了个腿，看见了没有？勾，这是巧道音频。再来一遍，去，看见了，勾挂。八卦掌对练除了有很强的技击性以外，还具有很好的养生功能。像北京统计的练全国练八卦的长寿的是最多的，都是在平均年龄都是在85岁以上练八卦的。因为这个练八卦的这个腰腿了，它要求不单是手和脚的锻炼，各个关节包括最小的膝关节、踝关节都要得到锻炼，对身体相当好。这个套路八卦它要求内扣、外扣、左扣、右扣，各个关节，你看这些关节，手指的关节都在应用，都在变化，都在动，左右变化，包括眼睛一样的跟着手一起动，阴阳平衡，左右协调，都也得到锻炼。你看它的腰部、腿部都在锻炼，都在动，而且要求手到脚到，你看这些正法。这个八卦掌为什么对腿部好呢？人老从腿老，人衰从腿衰，他要求腿部锻炼的。看他跟一般平常人走路不一样的，他要求踢走要摸进，你看要摸得进，坦一步，这是专门锻炼八卦。八卦掌可以说是百练不如一手。八卦他对腰的锻炼比较大，你看他手那个腰的锻炼比较大，你看锻炼这个这些左右都要锻炼，都是腰在动，